前沿平台出现了一条肖战的热搜，超级文艺的叫肖战诉网友侵权案将开庭，呵呵，网暴犯跟网友可不是一个概念。看到这个话题，说实话，小新是有点懵的。起诉网友，网友有什么可起诉的？正常网友可没触犯法律，能被起诉的好意思叫网友吗？叫键盘侠或者网暴犯还差不多。简单说一下事情经过，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分别向李某某、周某某公告送达了肖战与其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应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在网络法庭开庭审理。这种话也能说出来，本是一件正常维权的案件，却不知为何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情，言辞之间或者戾气冲天，逮谁咬谁，歇斯底里，胡搅蛮缠，撒泼打滚，或者故作冷静但茶气逼人，三味弥漫，语言阴狠，观点偏颇，一时之间看得小心目瞪口呆，绝望的文盲已经够出圈的了，共情的法盲这是要再次刷新网友的下限吗？不得不说，有些网友成为被告一点都不冤枉，他真的什么话都敢说。经过正当的程序诉讼，法院判决的结果被网友定性为资本的胜利，不学法不懂法，这就是文盲的危害啊。所以小心建议还是要多读书，既然没时间没精力去搞黑，那么怎么会有时间有精力去网上造谣诽谤网暴呢？怎么不规范自己不违法呢？这位网友的脑回路正常人大概率是不会懂的，屏幕可不是你的保护伞，隔着屏幕利用网络用语言暴力他人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吗？小小的科普一下，即便是不带大名用黑称骂人或者造谣，法院也会认定构成侵权，侵权行为被存权证链后，不管是删除内容还是消耗都是没用的。也就是说，不论你是谁，在网上用言语霸凌实施互联网暴力的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网络世界是虚拟的，这不假，但人的底线却是真实存在的，一人接受了更高的道德约束，也让渡了更多隐私权利，但这不代表所谓网友拥有可以侵犯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藐视法律践踏别人合法权益，你做了就必须付出代价。支持肖战维权，发通稿律师函弱爆了好吗？直接上大招，包法律程序告黑，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言行买单。肖战。